麦克风吧。好 ，Thank you。我看到、哦、不是老师讲的，是这个课比较吸引人哈、哦。我们在那个台湾有一个老师，非常非常杰出、优秀的一个教授，但是他开的课比较冷门，结果只有两三个同学哈、哦，还要助教叫他说叫学生去那个。所以你们今天这么捧场我觉得有一点承蒙错爱的感觉哈。哦不是因为表示你们很有眼光哈、哦，这门课不是讲课的老师的问题，而是说这门课啊，只要你想要研究中国佛教哈、哦，这门课你不知道大乘起心论有很多问题你都不晓得啊、哦，所以我先声明，我还是了解一下这个旁听的人举手给我看，旁听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聊这样我比较心里踏实一点，不用改太多的报告哈。哦好，那个旁听的人听一听，你觉得我实在很难听下去哈，我你不会伤害到我的，我这个人情绪很稳定哈 ，EQ 很强的哈，你就不想来听没有关系啊，哎，我想因为每一个人去掌握你的把握你的一个重要的生命哦，你的时间哦，时间就是生命哦，去读，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会更好。那这个起心论呢？我们这门课叫做《大乘起心论》哈，啊，《大乘起心论》呢是一部除了《六祖坛经》，甚至说跟《六祖坛经》哈一样，在全中国的佛教史上哈流传最广博的、最广的，而且也是影响力哈非常大的一部论。有些论你不见得会。来的有时间看哈，但是起心论不了解的话哈，会很多刚才我说的对中国佛教有些问题呢不太清楚。那其实你抛开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你这个关你自己的问题哈，研究自己。好，我现在在上课之前，我先来讲一点点哈，就是开场白。这门课我讲的时候我会原则上也会有一些，告诉你们一些文献学的哈，文献学哈，尤其西来大学的同学，我认为其实这个系所应该替你们开一门这个论文的写作与方法啊，就是研究方法哈，到应该这个方法论应该要教你们。我不是说我就很厉害，不是啊，至少我们有一点点经验哈。那这个起心论呢，要用的，我先讲那个 test， 就是。讲义教科书哈，你们要用什么？不管你用什么，你可以用佛光山编的有一套叫做中国佛教什么白话什么白话宝藏有没有哈？其中有一本这个起心论啊，那或者你就去印大藏经、大正藏里面哈，找出真谛翻译的啊，真谛三藏翻译的起心论哈，你只要有原文啊。因为我们会起码十几周下来哈，至少我们会把这个起心论至少原文看完。那我觉得同学们在，尤其我们是研究所的学生哈，最好是要从叫做原始资料，叫做第一手资料啊，不要去拾人牙慧。我常常说，假如我是要专攻莎士比亚，我要专攻李白、杜甫啊，我专攻庄子、老子，我起码把他的原文。原点看过对不对？我看完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对他的诠释知道吗哈，我对庄子的理解，那你诠释的庄子不见得我诠释的庄子啊哈，否则你就会变成是庄子学的研究或老子学的研究，或者是叫做红楼梦学的研究，而不是红楼梦的研究。了解我在讲什么吧？红楼梦的研究是说，比方我是专攻红楼梦，我最近要写一篇小文章叫做《西游记》啊，我正在重看《西游记》啊，所以实在太忙了啊，我白天要看一些比较硬的东西，晚上舍不得睡觉，要再西游一次。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原点看过，所以起码我想这门课下来，我们什么尝试也许没有，至少我是把起心论从头到尾就这样消文解字看过，这当中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汉语佛典的一个训练啊。我们解读这个，所以对这个佛教的一个经文的解读，
然后呢，我们对他的一个理解啊，那我们对他的一个再诠释啊。所以现在有流行一种学门叫做什么？诠释学哈、啊，或叫做接受史。现在常常流行一个什么叫接受史？比方说我所理解的，好吧，我又就用中国文学来说啊，比方说杜甫啊，好，比方说杜甫，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杜甫呢在宋朝的时候，宋朝人对杜甫的看法，啊，对杜甫的诗，有一些怎么样的研究啊，什么的理解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变成杜甫诗学的接受史啊。比方说我对这个中国哲学家王弼来讲哈、啊，我就可以说王弼接受啊，接受史。那有一种就是说我也许从哲学的角度来诠释，比方说我用哲学角度来诠释这个造论啊，深造啊，那么这是哲学的方法。我也许可以从宗教哲学，我可以从史学的观点啊、哦，都可以啊、哦，所以这个有时候每一个人的诠释角度不一样。好，这个起信论呢，哈、哦，从来也没有一本书像起信论这样问题这么多。各位同学，现在有一个博士学位等着你们去拿。如果你写得出来的话，你会震惊世界，而且变成是什么？我告诉你，哈佛什么耶鲁都会吓坏的哈。哦，有一个很好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去写，就是起信论的作者跟译者。起信论究竟是中国写，发生于中国呢，是产生于中国呢，还是在印度撰述？所以起信论有几个大问题哈、哦。首先我们看哈，好，对不起，我现在是因为我的头脑比我的嘴还要快，我现在脑筋想什么嘴巴来不及讲，那个脑袋就跑走了。我刚说的起信论，不管你用什么教材哈，你或者去印大藏经把那个原文印起来好不好哈，或者你也可以用什么印顺法师的，他有一本叫做起信论讲记哈，大乘起信论无所谓。或者说我送给图书馆一本非常好的书，我今天都把书带来哈，我买了一堆，然后都送，重要图书馆都送哈。这有一个叫《大乘起信论释义》，是一位先生，有一位老先生哈，叫陈敬甫老先生，他不是起信论的研究专家，但是他在日本呢，他买了一座岛，他好像要做岛主的样子哈，他买了一座岛，他那个岛上住了10年。做什么事？专门注解起信论。那他，我看他是比较没有自己的，对不起，我们这个学术就学术论学术哈，比较没有自己的这个一个观点，在这个创意上面。但是他起码做什么归纳啊？归纳。他因为他长期在日本，所以他用了很多日本的资料，把日本很多人的研究，
他把它做一个整理归纳哦。那他，你不要吓，不要害怕，他是用什么？用中文写，我有送给我们图书馆哦，哎，所以你们可以去找哈、哦。我给了图书馆两本非常好的书，一本是台湾有一个教授叫黄连中教授哈、哦，他把六祖坛经各种版本哈、哦、做了一个对照，那是一个蓝色的哈、哦，我觉得送给图书馆最好就是送好书。而且这个都很有一个文献学的一个哈、哦、教刊，在教刊学上面都非常好的。好，这里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在研究佛学的人哦，传统上都会想说，这部经或是这部论，我们会称它的经题或叫论题，对不对？常常在经题或论题就会看出端倪。我现在考考你们，同学们，我常常讲，我们读书啊哈。我们读书要应该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训练什么？叫做什么？问题意识。做人呐、啊，做人是没有有疑问处，没有疑问，对不对？做人是要在有疑问处怎么样啊？没有疑问。譬如说，你看那里有四五个人聚在一起讲话，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噤若寒蝉，然后就都不讲话，然后那个神情诡异的，你是不是想，是不是？我们看有三姑六婆、三五成群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有某一个人很遭殃，拿来被批判啊、哦。中国人不是这样啊，东方人的哈、哦，那你就不要怀疑，也许你心里就会嘀咕啊。哦，禅宗里面不是有这样吗？白隐首端，白隐首端禅师，他的老师说：“哎，你的师父茶陵义是修什么的？”他说：“他的师父是在那个骑小驴子，然后过一座木桥，摔了一跤，嘿嘿嘿，有人就这样子哈，就是摔了一跤跌倒了。这个法师就这样，这个老师就笑这个白隐首端，嘿嘿就笑了一下，这个白隐首端就心里很忐忑不安。”然后就第二天又跑去问这个师，问这个老师说：“你昨天，你问我的老师怎么开悟的公案？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日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骑小驴，过小木桥，跌入一个窟窿，连跌一个朝啊、哦、四脚朝天，就这样开悟的。”我说：“你们去如法炮制，我告诉摔了几次也开悟不了，对不对？”怎么搞的？我难道有查讲错了吗？他说：“你很奇怪，那个庙口的小丑啊，庙会啊，哈，那个小丑故意装疯卖傻，做出一些很滑稽古稽的动作博人一笑，人家偷着呢，他都不介意。我这样轻轻笑你一下，你就那个的，你就这样忐忑不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做人上面会，就说当一处不疑，但是做学问要不疑处当疑，所以叫学问嘛。那这里呢，我们的训练就是说叫做问题意识，就是说找出什么问题啊，要是这个问题没人发现，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好像打破砂锅问到底哈、啊、那种好像淘金的，在一片沙当中去淘金啊，就一种重追的，就是说破釜沉舟的啊，去这个把答案找出来。所以就像说这个起心论，我现在问你们，这个题叫大乘起心论，这当然是一部论，论当然是祖师们写的，对不对？是不是？不是佛讲的东西，所以叫经律论嘛，三藏之一。那我们看论应该没问题啊，这个体裁它的文体啊，你们中国道叫做载体啊也好，它的文体是没问题的。那四个字大乘起信，我们看什么叫大乘起信。中文字啊，不要害怕，就是就这四个字大乘起信是什么意思？开始相信啊，回邪入正啊，回就说从邪信邪教哈，邪恶的这些那个，就说比较不正确的信仰、不正确的认识见解，回到啊
回向，回到更好的，还有没有什么答案？还是没有大乘起心讲出来啊？讲得太抽象了一点，就事论事，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好，对大乘佛教起信心，有一个人说相信大乘，对不对？好，讲得好，起信就是萌发，萌起你的信心，萌起你的信仰，你的正信，讲得好。问题，什么叫大乘？大乘指什么？啊？大用无边，能不能再具体一点？什么叫大乘？刚刚一个人讲对大乘，一个人说对大乘佛教，菩萨道，菩萨道，菩萨道是一切大乘，当然都是要实践菩萨道哦。我还没有很满意这种答案啊。你讲的都很文言文啊。能不能白话文一点？很简单化嘛。哦，对，大车轮。所以我们在大学就开大车子来，不要这么多的小车。大法轮，还是没点出这个大乘的法是指什么？一乘啊，很好，很多种答案，你看很好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没那么简单呢，要怎么想啊？还有什么答案吗？所以你们学生有一点，学生做学生非常好，都来不负责任捡便宜哈。什么呀？大声一点。唯一，哦，都没有切中要害，擒贼擒王啊？发大心，成佛，发大愿。OK， 很好。其实这个大乘是指什么？就是起信论讲的。当然我们会讲大乘起信，其实就是说下面是动词，对不对？对大乘的佛法，对大乘佛教，对大乘菩萨道，对成佛等等等等，解脱了，解脱这些起绝对的信心。问题是什么？大乘起信论这部论对大乘两个字的定义就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它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讲问题意思啊，哪两个字？大乘。他的大乘指什么？就是对你我都有的，我们叫做的这个大乘指众生心啊。你我每一个众生都具有跟诸佛等同的佛心，或叫什么如来藏，或叫做真如，你有我有，大家都有，起什么东西啊？起绝对的信心。所以不要，所以这里大乘起信论对大乘的一个解释，跟我们平常讲那个马哈亚那啊，好，大车轮，大乘菩萨道不太一样。我们晓得禅宗讲这个即心即佛那个佛心啊，佛心是不是还太远了？那个佛心是什么心？什么心？佛心什么心？我已经比着我了。什么心？众生心嘛。我们众生心就具有什么？具有成佛的那些元素啊，那些成分在。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样相信，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如来藏，具有真如，具有佛性。这样的事情，要建立起，建立起信心。你就说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我用禅宗公案来回应各位。道信啊，那个第四组的道信，他在行脚看到，哎，这座山灵气哈，有一座山牛头山嘛，牛首山，他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高人住在这边，他就上山去了，就看到法融嘛，又叫懒融，对不对？法融就在那里，在一个山洞里面、石窟里面修，就是这个就叫做阿兰若比丘嘛，哈。山林修行，他就跟他聊起来了，聊起来他就说：“哎，你这个人，我来了这么久，哎，你一个人住在这个山里面吗？我来这么久，你没有侍者陪你吗？”说：“有啊，侍者有两个。”他就大空小空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就跑出来了，真的是两只老虎，一只叫大空，一只叫小空，
但绝对不叫一空哈。那两只老虎就出来了，这个道心就这样啊，就这样做惊吓状。这个法融就赶快呢，你们知道那个禅师跟禅那个疾风相对，是赶快就抓到对方的弱点了。你还有这个在，意思说你还怕生死啊，你还怕死亡，所以是不是就有生死相对，对不对？你原来你怕死亡，是不是有生的一个喜悦，有死亡的畏惧，你是不是也是二元对立，是不是生死相对？他说你还有这个在，这个时候乍看是谁输了？道信输了。法融是不是占了上风啊？法融就很得意啦。道心说：“嗯，你这什么待客之道？我来了这么久，你怎么一杯茶都没有倒给我喝啊？”这个道心就说：“好了，大空啊，小空进去吧。”那个两只老虎就尾随他进去了，然后他就去倒茶，去烧茶。反正那个山当中很多的草药嘛，哦，这个道心就在那个他坐的岩石上面跟他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佛字。佛啊，法融呢出来以后呢，茶倒出来要给这个道心，一看那个佛，他要本来要坐下去，赶快爬起来。你还有这个在，一个是什么？道。法融笑道信说：“你还有这种生死对立，对不对？哎，你还误使喜心生怎么样？心生厌死嘛，对不对 ？OK， 所以你有生死对立的观念，还是二元对立啊？那这个法融不敢做啊。比方说，我这里给你写一个墨宝，一个墨宝，一个佛字，你敢做吗？你敢不敢做？我怎么可以坐在佛上面呢？”所以换句话说，你是不是不敢自己承认自己是佛啊？对不对？有没有听懂？哎，学禅的人，我常常讲聪明一点哈，表示说你是不是还认为我自己是众生，我是凡夫，我怎么可以坐在佛的上面呢？所以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生活不能一如吗？不过我觉得这个公案有时候蛮危险，那我们是不是回家就弄一个佛就这样？你看我这个。我把佛像就给做下去，所以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是境界还没到那个地方，还没到生活平等嘛，还不敢承认自己。所以我要再用一个公案，有一个过年快到的人就请信大师写墨宝给他，大师有一个信徒，大师写了三个字：我是佛。那个谁，那个拿给那个对方啊，那个信徒说：“哎呦，师父，我不敢那个，不敢承认自己是佛啊。”你敢不敢承认？我现在叫你利因如来，你敢应吗？我叫慧极如来，慧极佛，敢不敢应？我说前锋佛，敢不敢应 ？Jacky 佛，谁敢应？我怎么是佛？所以，我们是不是不敢自家的身份，不敢承认自家身份，不敢直下承担呢、啊？懂了没有？所以起心论就是要我们这样子啊。那这个要你承认，不是说好好，我现在我承认我就是佛，出去走路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是佛了吗？不是，他是要先在一个理念上面，在一个心念认知上面先这样子哈，了解说我们自己本来就有这个东西。问题是说，我是佛到我等于佛，我成佛是不是还有一段的距离？那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为什么我现在不是佛？起心论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答案啊。所以我们这个众生心，其实起心论的结构很简单，组织结构很简单啊。我刚才跟几个人闲聊，我曾经在西来是用两个小时讲起心论。各位同学，你要听起心论，两个小时也够了。起心论用一个数学来讲，它就是一二三四五。你。好像我要讲华严五教章啊，你要记住小始中顿圆，起心论你就注意一二三四五就好了哈。我们用这个口诀，好像武林学武功，
可同学，这就是起心论。你今天呢、啊？你今天就已经你得到一个什么？一二三四五，可以了，啊，就可以回家了，啊。起心论告诉我们，起心论的结构组织就这么简单。一颗心，我们常有我的一颗心送给一个人，哈、啊，一颗心，这颗心开了两个门。我们不是有左心室、右心室吗？一颗心有两个门，什么门？真如门跟什么？生灭门。真如门你也可以说它是幻灭门，但是怕搞混，我们平常讲什么门？真如门啊、哦。真如门跟什么？生灭门。所以我们不是讲吗？我们那天上禅宗的时候，先前讲的心性论蛮麻烦的。心究竟，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心性啊，如果心性是善的，人性本善，那么恶从哪里来？就不叫本，对不对？就不叫本。那如果心性本恶的话，那善怎么可能？那你就说，哎，我就骑墙派啊，老师我知道，心性什么？亦善亦恶，有时恶有时善啊，非善非恶，这就落于那个狡辩，就是诡辩派的。啊，你要言说有理嘛，有一个逻辑性讲出来啊。那这个心呢，所以当心是真如门的时候呢，它是什么？所以起心论讲什么东西啊？心真如门的心是清净的，生灭门的时候心是什么？染污的。所以起心论讲染净和合的，这边是不生灭，不生不灭，这边是生灭，对不对？所以是生灭不生灭的融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起心论有很强烈的融合的倾向，融合论啊、哦、染净的、哎、OK。 这个心呢，心呢从三大来看，它体大啊、哦，心的相状，心不可把捉，心就是真理嘛，就是如来藏，就是真理。相大啊、哦，相大用大，哎，所以用三大。那么他告诉我们在修行方法上面，我们一般讲是不是信仰三皈依，对不对？是不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哦？信仰佛、信仰法、信仰僧。起心论来告诉我们，加了一个信仰谁？信仰谁？相信根本自心。就是回到他的题目，相信我跟诸佛一样，我跟诸佛一样，我是能成佛，我是有佛性的。所以起心论其实最后要叫你相信谁？所以自归依的啊、哦。所以你学了起心论之后，你会不会很有信心？你真的在路上走，我是佛啊，我是佛啊、哦、但不是要你傲慢，叫你啥？相信根本自心啊、哦，那怎么样实践达到呢？他告诉你五个方法，叫五行。施就是施门、戒门，这不是布施吗？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直观不就六度里面的禅定吗？对不对？所以它是六度里面的几度啊？五度。后来天台的小止观啊、摩诃止观啊。有没有跟起心论这边有没有一些那个，